给大家介绍一款姜黄西瓜汁夏季饮品。好，打果汁的材料呢有西瓜，这个西瓜你可以放在冰箱里提前的冷藏或者是冷冻，你喜欢那个像冰激凌的感觉呢就是冷冻。这个西瓜呢你看到上面带一些绿色的皮儿，就是我们就是把中间的瓤子吃掉，这个皮儿呢可以用来打汁儿。这个香蕉是增加它的甜度。那么我是那种健康达人了，喜欢放一些健康东西在里面。这个是什么呢？你已经猜出来了哈，叫姜粉，姜黄粉。一般这个味道比较重，吃过人都知道，所以加一小勺就可以了。然后加入牛奶，你也可以放鲜橙汁，根据你的口感，或者放 strawberry 啊。好，盖上盖子，先开始呢，我们的那个转速低一点，慢慢增加。好，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果汁介绍到这里。其实这里面特别要介绍的是它的这个姜黄的味道，姜黄在那个沃尔玛是可以买到的，你就放一小勺，刚才已经看到了哈，放一小勺就可以了，提升它的味道和颜色。好，enjoy， 拜拜。